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！很高兴我们又一起来到约翰一书的查经《约翰一书》的查经。《约翰一书》，我们在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我们提到说，如何去区别真理，还有这个错谬的灵。我们也在上一段的这一个信息里面有谈到说，这个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。 不单单是我们面对异端的一个要区别、要去试验的，同时也可以应用在，在我们面临到属灵的征战，面临到，特别是在我们华人社会里面，越来越多这些邪灵的工作、鬼附，在教会的服饰里面，你会发现常常都有这些被鬼附的这些的事情发生，我们怎么样子去面对？那么，约翰一书当然并不是。 呃，专门讲怎么样子来赶鬼，但是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，我们就已经可以稍稍的了解到有关区别啊、呃、这个邪灵去试验邪灵的一些的原则和方法。那么接着，约翰又开始讲到从第七节到十五节，他就又在第三次的讲到彼此相爱这件事情的重要性。老约翰啊，实在是一个。 爱的使徒，他实在是讲爱讲到一个地步啊，好像是做爸爸妈妈的，有时候这个要提醒孩子啊。提到后来啊，小孩子都觉得他唠唠叨叨。可是呢，慈禧约呃这个老约翰，他反复的这样子的提醒，就是因为他深深的知道，这实在是太重要了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。 第四章七到十五节，请你翻开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凡有爱心的，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没有爱心的，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，在此就显明了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猜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。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。 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，也信，神就是爱。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好。 我们读了这段圣经，我们仔细的来看这段圣经，在第七节到第八节，这边讲到爱的源头是从哪里来。约翰一开始就提到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你看见没有？他每一开始，他都要讲亲爱的弟兄啊，Dear brother。” 这个亲爱的弟兄啊，就表明，约翰他心里面是充满了这样子的爱，带着那样子的爱心，他要说亲爱的弟兄啊，然后接着他就说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。当他讲到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他接着就提到，爱是从神来的，那个源头是从神来的。 他说：“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，爱的源头就是从神而来。神他就是爱，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，他就是爱。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缺乏爱的一个社会。” 所以我们会发现，今天现代人特别的渴慕爱。那么，我们也发现这个社会正因为许多的人渴慕爱，缺乏爱，所以同样的，今天你可以看见电影里面、电视里面、网络里面，到处都在讲爱。可是很不幸的，今天这个时代讲的爱，常常变成是男女之爱。 肌肤之爱、性爱，甚至很多时候把爱跟性画作等号。那么，连宗教界也常常会讲到爱。我们看见今天很多的宗教，他们也讲爱，甚至有的这个呃这个宗教里面常常挂在口中的，就是他们所说的爱是一个大爱，好像爱。 有大爱，有小爱，有博爱。到底爱是什么？其实我们看见，约翰把爱说了一个最好的说明。爱就是从神而来，神他就是爱。这句话讲神就是爱，可是我们千万不要把它颠倒过来。我们不要说爱就是神。 因为这样子讲到神就是爱的时候，他要强调的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他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他的属性，就是他是爱，爱是他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。我们看见在今天这一个时代，特别很多的异教。 异端也正是兴旺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子来让这个时代的人看见他是真神呢？那么我们就要了解这个真神他的爱，这个真正的爱跟世界上甚至宗教里面所说的爱有何等大的区别呢？因此，接着在第九节第十节。 他就提到，什么叫做爱？第九节、第十节，我们可以再来看。他这里说，他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，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 猜他的儿子，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这两节圣经里面，我们如果来对照，在约翰一书第三章、第二章都讲到爱，特别第三章他就提到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。 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当主为我们舍命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就是爱了。罗马书第五章那边也这样说：有的人他为人人死，有的人他为一人死，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，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。看到没有？罗马书这边提到显明了。 刚才我们读的第九节、第十节也提到神的爱，就显明了。怎么样子我们看得出来？怎么样子神的爱被被区别、被清楚的 high light、被清楚的显明出来呢？他说：“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而死这一件事情，就证明神的爱。” 弟兄弟们，他特别提到挽回祭。这个挽回祭，在圣经里面，这个地方特别是指的原文里面讲到是一个抵债、还债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他这样子的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面，他付了那一个我们犯罪。 所需要的那个代价，他代替我们，这个我们就要回到旧约里面去了解，在旧约里面立位记，讲到大祭司在赎罪日的时候，每年一次要代替以色列人进到至圣所去替以色列人要赎罪。那么大祭司他先要替自己赎罪，然后呢，他拿两只。 羊，公山羊。那么其中一只，这样这个这个其中的一只呢，就是要来代替以色列人的罪，它的血就等于是可以来洁净、洗净、遮盖了以色列人所犯的一切罪。那么另外一只要叫做阿萨谢勒，阿萨谢勒。 这一只公山羊，要被放到远远的地方去，放到旷远无人的地方去，意思就是要把我们的罪代替了。所以这个字的意思，阿撒谢勒又可以说是代罪的羔羊，要把我们的罪背负到远远无人的地方，把它带到那个地地方去。所以这个地方，我们就了解到。 约翰一书用挽回记用了好几次，讲到的意思，就是让我们看见在旧约的这个观念，那个戴罪的羔羊。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有一次看见了耶稣，他就提到说：“看呐、啊，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”那就是让我们看见，整个旧约新约里面所呈现出来，耶稣基督。 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代替我们成为我们本来应该要去付这个代价，是受这个刑罚。他代替了我们的罪，他叫做代罪的羔羊。这一件事情就说明了神他何等爱我们。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，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是义人。他爱我们，圣经上说。 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。坦白说，当我们仔细的去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能够明白，为什么神这样子的爱我们，爱我们爱到了一个地步，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。 可能，这个只有当我们经历过，我们把我们自己最爱的，不管是你的儿女，或者最你最爱的先生太太，那么你愿意为他付出，甚至死的代价，你才可以稍稍的体会神的爱就是这样子的爱。而事实上，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“爱”呢，这个字。 希腊文里面有四个四种字，有四个希腊文的字，那么其中讲到的这个爱，也就是约翰耶稣所提到的这个爱，就是阿嘎佩的爱。阿嘎佩的爱是属神的爱，这种的爱是一种完全的爱，是一种永恒的爱，是一种没有条件的爱。 是一种，即使是你对方背叛了他，他还爱你的那一种的爱。这个字的太丰富，没有办法用一个中文的字、一个英文的字来解释它。但是，约翰在这里所说的神的爱，这就是阿嘎佩的爱。这个爱使得我们跟人之间的那种爱把它区别出来。 也使得我们跟所有这一切宗教所说的大爱、慈爱、博爱这些的用语，他们的背后的意思做了一个很明显的区别。因此，我们了解了神对我们的爱，我们就知道神说：“因为他这样子的爱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。” 换句话说，我们彼此相爱的原因，是因为神他爱我们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这一件事情，显明了神那个阿嘎培的爱，无条件的爱，神圣的爱，全然的爱，没有条件的爱，永恒的爱。所以，神说，你们就应当彼此相爱。所以，老约翰为什么在他年老的时候反复的强调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？ 接着十一节十二节，他又提到，他说：“我们彼此相爱的原因，因为神先爱我们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换句话说，神他主动先爱我们，不是我因为今天神要求我们哦，你要爱我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这好就好像说做父母亲的。” 他不爱小孩，但是他却告诉自己的孩子说：“哎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”同样的，也好像像今天很多的家庭，夫妻不彼此相爱，但是却告诉他的小孩说：“哎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”小孩子看了之后，他怎么样子相信你说的话呢？因为你并没有先主动的做了爱的榜样。可是我们的神不是，因为神。 先爱我们，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那么接着他又提到，在十二节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，他这个地方提到说，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。如果我们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 这个得以完全，完全又可以把它翻译成成全。这一节圣经十二节就提到说，神他要住在我们里面。因此，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神他应许说，他就要住在我们里面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。 让我们看见彼此相爱何等的重要。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，神他就在我们中间，他就住在我们里面。今天很多人追求，希望神同在。今天很多的信徒很渴望，希望好像常常能够体会感觉到神与他同在的这种经验。 就证明我们常常把神同在弄得非常神秘，好像是奥秘派所想的，只要在啊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中，或者你在呃这个静默或者安静的时候，那么记忆过一段时间，神会跟你同在，没有错，这是一种操练神同在的方法。但是，约翰非常实际的提到，他说。啊。 你不要只顾着关在密室里面，在那个地方祷告，在那边等候神，在那边亲近神。他说：“如果你彼此相爱的时候，那么你就会经历到神就在你的里面。”弟兄姊妹，我觉得《约翰一书》太奇妙了，太宝贵了，因为他让我们看见爱神跟爱人是一件事情。 爱神跟爱人是一体的两面，类似的生活，跟在社会当中，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，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这是息息相关、缺一不可的。所以，我们彼此相爱，神就要住在我们里面，住在神的里面。 有神的同在，是我们个人蒙福的秘诀，也是我们家庭有神同在、家庭幸福的秘诀，更是教会增长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增长的秘诀，其中就在这里。我们看看初代的教会，当使徒们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就开始过了一种彼此相爱的生活。 他们天天在殿中，在家里面彼此拨饼、交接用餐，在那边口唱心和赞美神。看到没有？神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。今天很多时候教会追求教会要成长，但是不知不觉，很多时候教会把跟弟兄姊妹的关系。 变成是一个工作的关系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甚至是教会的牧者们，如果我们教会越来越增长，人数越来越多，可是大家却彼此越来越陌生，彼此越来越不能够彼此相顾，那么这样子的增长，是因为神同在的增长呢？ 还是只是我们个人演戏人数的增加呢？可是我们看见，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教会就会增长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最后，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五节，十二到十五节这边提到相爱所带来的结果。 我们再来读十二到十五节，这段圣经在十二节提到说：“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。我们如果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。” 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好，我们看了这段圣经里面，他提到神的爱得以成全，这是当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结果。 十二节那边说，神的爱就在此完全了。那个完全可以翻作说，使他成全，使他完全，使他 make perfect。也就是说，神的爱要必须，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，这个神的爱就在我们的里面就被成全了。 因此，神的爱就可以透过我们流露出去。因此，我们彼此相爱，就是把神的爱彰显出来、流露出来，使它完全，使它完成了。那个最重要的，就是当我们彼此相爱。我记得在啊墨西哥，在那个地方宣教的时候，我们的邻居。 是一个墨西哥家庭，他们这个家庭实在是我所看到最相爱的一个家庭了、啊。每一天，当这一个父亲回到家里面的时候，吃晚餐之前，你就会发现，当他回到家，那么孩子们跟他互相的亲吻，跟妻子亲吻，互相拥抱，然后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就一起在那边唱诗歌赞美神。 足足唱了，有时候我注意时间，足足唱了十分钟、十五分钟，好像是一个家庭祭坛一样，在那边唱诗歌。唱到一个地步啊，你真的被这个家庭吸引，很想要跟他们一起在那边敬拜神。然后他们在那边唱诗歌，然后再吃饭，然后就在那个地方举行家庭祭坛、家庭礼拜。这个家庭真是一个神仙家庭。 真是一个基督化彼此相爱的家庭，这就是神要我们所有的一个家庭的样子。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神的爱就得以成全。然后呢，所带来的结果，十三节到十五节就提到说，就是我们会住在神的里面。前面我们提到说，神住在我们里面。 但是这里提到说，我们就可以住在神的里面，就像约翰福音十五章那边所提到，他要我们过的一个生活，就是住在主里面的生活。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，我们就是住在爱的里面，主也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实在太宝贵了。这里让我们看见，我们爱神，也必须爱人。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。 神就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住在神的里面。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操练更多的彼此相爱，好叫我们常常住在主的里面。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。